什么呢？我们到人家藏族人的地盘了。根据云南旅游的这样一个规定，我们也会请出当地藏族导游为大家来负责这么一天一晚的旅游服务和介绍。所以因此等会我们马上会看到我们团的这个导游啊，也是一位男生，特别不吉利。因此穆氏土司派自己的亲信来到玉龙雪山脚下，开挖了一条河流。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下午你们去那个叫什么丽江古城，处处有河流，处处有小溪，因为在没有城墙的情况下，穆氏土司呢引进了丽江融化的冰川水，让整个城市用水流来区分街道，用水流来区分皇城和老百姓的住家，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塞上江南。所以为什么说丽江古城美，就美在第一，它没有围墙，它更开放；第二，它有水有路有桥，更鲜活。所以下午大家好。